为我学画画的年龄太晚了，我那时候去学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师大毕业的，他就讲，你这个年龄才学哦，不会有太大的成就。哎呦，啊，除非你很有天分，否则的话，你这种年龄来成很难哦。给他讲了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他讲的很对，因为很科学嘛。我说那没关系，试试看哦，嗯，就是试试看。他讲你要很努力，否则很难。他讲，然后我也学了那个。也尤克里里啦，然后后来我觉得他讲得很对，我尤克里里真的不好了，真的不好，真的难哦，啊。